年的容祖儿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。日前才刚举办完演唱会的她，近日她则突然晒出一段演唱会的幕后影片，让粉丝们全都笑疯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见她和一群舞者们从舞台上跳舞，跳到观众席及升降梯，甚至还和舞群们一起进到了南侧的残障厕所玩多人运动，开始在里面疯狂热舞。一旁还有舞者搞笑吹起直笛，画面可说是相当有趣。而影片一曝光后，粉丝纷纷笑翻，直呼真的是好精彩的疯人们。更有网友笑说，如果这是快乐疯人院，那容祖儿应该就是漂亮的容院长呀。哎呀，What?